我出世是一条毛虫，不知道是哪个带我来这个世界，我都不知道来这个世界做什么。我被困在自己狭小的心灵空间里面，想改又不知道要改些什么，想冲出去但是总是无力。难道这个就是我的一生？时间一点一滴这样过去，即使我能够从个茧里面退出来，我仍然是被一种无力感包围住。不得，我不可以成世都是这样的。虽然我还未知道我将来会变成怎样，但是我要飞出去。我知道我只是需要一点点帮助就可以脱困。我不想永远停留在这个状态啊。我终于飞出去了，我闻到花香，我看见更美好的世界啊。我可以坦然安心地独处，又可以找到伴侣自由飞翔啊。还可以连群结队，享受团队里面的喜乐。我飞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更有广阔的天地任我飞翔。我的心灵就是我的内在生命，是需要殷勤照顾和打理。就是你的心灵关怀网络，让你重现你生命的和谐。快点来跟我们联络吧。